三种，你提问的是什么？非常社会师，现在我也跟这个话语这才点，这是经过三年，因付出因的心力时间来去消费时间，来咱的咱里头的来来成商，还是讲那个社区大学家上课，跟老师不断的讨论，啊，鼓舞咱乡亲的心声啊，再一旦有这才。所以哈，咱乡亲和朋友哈，一起提心肝哈。咱陈明华咱社会师、吴卫山社会师，还有刘芳师社会师，这三人啊，靠我咧。当然，有一个真重要的灵魂人物，就是社会是委托的台大求生恁一家，有吴指导的吴姐啊，吴指导的老师啊，这是非常不简单哦哈。咱台中啊，反正有代表林陈秘书在讲哦。管理委员团绝对是要肯定有热情、有想要做代志的小组成员。咱第三点的运动哈，咱去咱的入口意向，当然这个入口意向嘛，爱个共同的感谢咱的第一名哈，黄坤生嘛哈，咱的郑阿雄啊，反正阿雄阿妈妈家，伊愿意提供伊的厝啊，这个店面给大家去运作。另外呢，三位社会师真拍拼啊，在那辅导老师的带领之下，嘛去甲公路局啊，去提出迄个公路的路边出来，互咱做这个步道。当然，这个步道设计的过程真艰辛吼，听讲环境部补助的钱吼，拢总76万，嘛无够迄个人工需要补助，所以是咱的社区居民一代一代在摆啊，好时间才出来。这个行起来感觉有真感动哦。对啊，咱若你想着讲吼，咱行路是咱这时段安尼一代一代，甲咱摆好好互咱行，咱就爱进山路啦。好，进山路。到我第三个点，咱这第三点是透过管政府制定的目标，甲咱这个派出所无用的这个派出所来挂好咱社区活动。当然，他拄仔你所有滴讲哈，环境部社会司的经费补助无办法伫室内空间来运作，所以咱为外靠这个场坪哈，这个开始来开开始。安尼三点，甲连起来，咱规个民山乡中华社区迄个感觉，有一个拎出来。所以今日来大家，我看到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哈，非常非常感动。当然嘛，爱感谢。在顾怡同亲和朋友哈，提到咱社会师辅导老师的带领之下，那在感情习惯管一当先来做这个快，这是上大上小，无简单的代志，而且特别代表环境哈，向顾怡感情习惯来感谢，当然旁边朋友顾怡哈，五片手五星，对位上不怕变，欢迎各位团体各位来分享。小会是这边哈，咱来讨论来研究，咱希望个做完更理想的所在。所以今天就这机会哈，再次感谢咱的台大学校的老师哈。那在这边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的生活，让自己来破千万哈。